今天是不是我十点？哦，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了。好，还是十点。好，那我十点开直播。啊，怎么办？嗯，还是我现在开好了。对，忘记，没关系了。好，那今天早点开哦。バカなんだけど、しかも前髪が。没搞，那你们想要继续吗？还是十点？我问你们，想要继续还是什么？还是十点？快到十二点？没有，不会。开心就好。大家晚安，对不起，我早点开了，抱歉，抱歉。今天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要讲很多次。今天一个小时内，我要讲很多次。但等一下了，等一下谢谢勇哥的礼物。什么事？感觉是等一下会跑去鸡大脸的地方。嘿嘿嘿，就是大家现在我参加滴滴五十二，对吧？知道吗？我现在参加那个滴滴五十二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不能讲内容，就是不能讲内容，但是我需要大家的帮忙。就是现在，我开始 TikTok 播音吗？是吗？抖音，抖音，中文不知道，抖音吗？今天开始了，然后今天到4月20号，4月20号的，对，就是要白，然后。需要大家的按赞跟分享，就是不能说为什么我要拍，但是就是真的需要大家的按赞跟分享，然后音变的，就是我会拍很多音变嘛，音变，然后大家就是啊，然后10月20号的时候就是滴滴的人看。就是谁最多按赞跟分享，对，所以大家，但是然后今天开始，但是我还没发影片，应该今天晚上就是直播结束后可能会12点前可能会发影片，所以大家先追踪一下，可以吗？追踪我好吗？应该小三没零，打小三没零就有，对，就是
这样的账号，就是公司的照片。已经开始了，对，就是今天开始。谢谢大家追踪我，很快很快，大家先追踪一下。但其实追踪的数字是没有关系，其实只有影片的按赞跟分享的数字而已。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我发影片的时候。发影片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还有按赞就好。对，お願いします。谢谢大家。这是一个比赛，然后只能一个人，就是不能说什么，但是那就是要比赛，然后里面就是。有梅花、方块之类的吗？然后一团，那梅花有26个人，然后26个人的只有一个人会赢之类的，感觉很难，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有名，不是有名，就是有很多粉丝的人，所以没有自信。但是我想全力的。努力，所以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然后，所以大家，我发音变后，按赞跟分享，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但是，小春とか其他人没有。谢谢多摩山的礼物，大家多多帮梅林按赞，谢谢。但是我还没发影片，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拍什么。对，那如果你们会平常会看播抖音吗？抖音会吗？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就是。我拍你们想看的，如果有影片的话，可以在那个 IG 小盒子给我，我会努力去拍。那大家，但是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看好吗？谢谢送我玫瑰。我还看到一个柏林，哎，对，柏林也是，哎，但是呢，就是我不能讲，这样不行。但是柏林也是梅花，跟我一样。然后，我想应吗？所以，你们要按我好吗？你们要按赞，你们要支持我好吗？说。但其实什么乔金、易云还有汪汪都没有，对，就是只有我跟柏林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按我支持我一下。等一下也会讲。谢谢大家。但我真的不知道要摆什么。谢谢大家追踪我，谢谢。跳舞，但是抖音吗？抖音只能拍15秒的影片，对，15秒的影片。对，なんか、なんだっけ、まあ、
頑張るんで、大家出自我，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对不起，我还没吃饭。同学会掉种子的吗？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不知道，但希望大家没一个案。对，我会努力吧。但我真的很感谢，因为 TB 现在不能拍抖音，对。但是因为我参加这个计划，所以我可以拍抖音，很开心。因为我一直想拍，一直想拍，所以开心。现实动态跟大家说吧，等一下会，因为今天开始了，所以还没有拍，拍什么？超赞！那我自己的要换一下，抖音是什么？我不会啊，这个抖音，先这样吧。不是十点吗？大家对不起，我真的，今天我。我错了，我记错时间，然后我开心早点开，但是，对，好，没关系吧？不行吗？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其实十点，晚点才来，好。ミレちゃん、TikTok フォローしました。そして、ジャムにシェアする。ありがとう。谢谢。我发现用错抖音账号，重新追踪了。你们可以用很多账号按赞。对，就是要，对你应该可以做吧，很多，不是只有一个而已。な、なにこのありがと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会今天应该会好，我会拍。其实刚刚也拍抖音，但是太难，我觉得自己觉得不好看，所以还不行，还没有很好的。待ってね。追踪好了，谢谢大家追踪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希望很多人帮我。天天朗读一些，谢谢谢谢，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要事情吗？哎，很重要好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第一名的人不能讲，但是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就在前面那对就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
就这样，对，所以大家就是，哇，对，就是以后我的节目的位置也有关系，对，所以。而且我觉得抖音可以因可能如果有可能会起的就是没有看过我的粉的人也可能会关注我所以对嗯就中午了今天是我就没有重点了对，没有重点，真的没有。那可以关直播了吗？嗯，不行，大家不行。今天不到十点，没有，今天不到十点。谢谢送我新主播没关系要走的人走赶快走拜拜拜拜真的叫我妹妹也帮你啊谢谢谢谢大家那如果我画音变的时候，我会在现实动态画现实动态，所以，等一下大家帮我按赞就好，对，按赞跟分享，就这样，很简单，超级简单。好像美丽教我做，没有教你做，可以给 KB 的钱，被怎么摆？哎 ，KB 的前辈其实没有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很多人用，对对。啊，やばい！最近我的皮肤太好。皮肤很差，然后我听说高中大学台湾的高中大学感觉快要那个蔡佳丽上课吗？真的吗？我不想要，我想去学校。抖音团长都不用。说话难怪美玲要开始，啊对啊，今天真的我很难过，对，今天真的很难过的天，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希望大家不要在这里吵架嘛，我不喜欢看大家吵架。对，如果要就是要那个吵架的话，大家要去自己的什么 IG 还是就个人的时候讲，就是希望不要在这里讲什么。我也不喜欢大家就是对，不用理其他人。怎么了？还好吗？今天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艺人就是死掉了，因为病毒的关系，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大学过来老师已经跟我们已经试用在家唱歌，真的吗？要的，我不想要，我真的想去学校，所以很难过。很难过。
已经，谢谢送我玫瑰。还有亲天真的很难过，对，唉，他家吃到吗？那个日本的高校艺人的，大概志村けん，很难过。みれちゃんわかるって。他也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小哥跟黑猩猩的那个节目啊，动物园，动物园吗？是吗？喜欢的一脸故事，穿红色，没有啊？对，我原本要穿对黑色，然后，因为我刚刚在拍抖音，所以 忘记了。知ってるよ。志村けんさんのめっちゃショックね。我也很難過 悲しいんだけど、找一下日本节目名，我忘记名词了。是动物园的吗？是吧？就是志村动物园不是吗？我很爱看他的。很爱看他的节目，都很喜欢。然后我其实昨天才跟爸爸，天然在台湾很有，哎，对，是吧？很有名，因为柏林小金也知道，然后我同学也知道，然后英爵不知道，我吓到，英爵不知道，但完全不知道。他会讲日文，他那么喜欢日本，然后他不知道他，我吓到。诶，那里？そう、だからね、悲しいな、本当に。そんな很难过。永远的変態おじさん、変態 是吗？変なおじさん是吗？ね、昨天跟爸爸讲电话的时候，就是讲他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那个星星星，不是星星，是那个星星什么兵的，对，对，然后就刚好讲他的事情，然后就今天看。新闻就知道他今天就拜拜了，很难过。我在上课的时候快哭了，拼的不会选嘞，所以要小心。真的，我其实才其实之前完全没有什么，没有。なんだろう、なんかちゃんとしなかった。就是不太会戴口罩之类的。但是今天就知道，真的要包喝自己，也要包喝别人。对对对，没有胃气仪器吗？仪式？对，完全没有。但是。就停电的很难过，然后我就迟到了。对，所以大家要戴口罩，然后大家要没临床上病毒，或是没事，或许没事，但是会传给，对，如果我传给奶奶的话，奶奶就。很快就不行吧？对，对，所以要包括别人，要包括自己，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洗手，
然后要戴口罩。8時だよ、全員集合通知は。本当だ、悲しいんだけど、我喜欢那个节目，真的很喜欢。待って、なんか音楽流したいな。美国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后面还是很多人没有观念。对，あのさ、なんだっけ、前髪が切れないの、チンゲンが前髪全然不喜欢。我回来了，刚刚办了一些账，谢谢。もう少しで。因果链什么什么卫生大学都中了。有听说蔡就是从果有性的频率。最近我觉得真的2020年很不好的年，真的不好。很难过，就是很多他家的偶像都拜拜，然后什么很多病毒嘛，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意大利思想，年轻人为什么不但在觉得很搞笑，很恐怖。でも感觉台湾也越来越多，对。大家有戴口罩吗？真的，大家有戴口罩吗？嗨，晚上好，晚安。我们要不要明年重新来过2020？也可以，想要，希望赶快结束这个病毒。对，美玲最近也乖乖我在家好了，可是我想去学校，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感觉快没有了。对，无聊，真的无聊。蔡家无聊，对，可是不能说这样，应该不能这样说。嗨，我知道，对，对不起，对。分手店前店就是真的吗？为什么？可是这样感觉哇，太难了吧？难得。可是一定有人有外出吧？一定有，一定有。
谢谢送我枫叶，谢谢。湖广不是有个学校了吗？我不知道，有吗？东京都也有花布，可以必要不要注文。そうだね。东京感觉很可怕，对。玫琳会抓去狗出去什么吗？什么意思？几点？几点？几点？还有34分钟。如果不能这么迟，那啊，对，感觉有很久的时间不能过平常的生活了，真的。可是我现在很平常的生活，台湾是还好，对，台湾也其实越来越多，但是台湾就是慢慢，很慢，很慢嘛。对，感觉台湾不是不知道是最，应该不是最吧，但是感觉在就是亚洲啊内的话，感觉还好的感觉。刚下班来看小尚妹妹啊，好呢，菜我要跟你们再讲一次，可能有新的人吧，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他家。我现在参加有一个比赛，然后大家赶快下载抖音。对，有事小哥散步，有过。ひで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で、然后追踪一下乔三美玲，在这里，抖音。で、なんか、なんだっけ、大家要下载抖音，然后查小尚美玲，然后追踪一下，然后今天晚上我会发影片，然后，今天到4月20号的20号，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不是一个月，但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需要大家的按赞跟分享，对，希望大家每天，我不知道每天，但是每个音片可以帮我按赞还有分享，可以吗？美丽有抖音账号，对，就是这个，我跟柏林而已，对，因为我在参加滴滴，然后滴滴里面的有一个比赛。是分享影片就好吗？就是对，因为有一个那，等一下哦，就是我还没有发影片，但是呢，如果我发影片的话，给你们看。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知道。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这种的，然后。就是随便 LINE IG 都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对，这里有分享的，对，分享，然后按赞也要，一定要按爱心，一定要。呢，我记得是按赞50%，然后分享是50%，然后。在一起的食指，我的眼光很高，只有觉得按很赞的影片，我才会按
好好好，我会努力，就是我不会摆随便的，我会努力，就是让你们觉得可爱的一点，我会努力的，所以希望很多人可以按我赞，还有分享。好，一定会去看的，谢谢。所以现在还没有发影片，但是先追踪一下，对，追踪我。然后应该今天晚上啊，现在也晚上，但是直播结束后可能会发影片。如果我会摆慢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会摆，对。然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然后我不知道要摆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找到，在多音找到你们觉得想要我拍的影片的话，可以跟我讲。已经拍好了吗？还没，就是刚刚有拍，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看，所以对，应该会重新拍照。不过很多赞跟分享就会怎样，其实不能，现在不能说，对，就是不能说，但是像是会表演之类的，对，对，就是蔡迪迪的位置变好，现在只能说，对，只能这样说，不能讲，因为还没开始播节目，所以不能讲，但是。会有怪怪的美丽影片吗？之后可能会，对，之后可能会，可以跟麻友练习。不行，只有我可以摆。对，在 PDB 里面，我跟柏林而已。对，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对。拍几学猫家，抱歉大家，我一个人拍。普罗野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的，二蛋甚至也没得看，好无聊、是不是什么运动比赛也都没有，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排除我其他成员的一边，我就会很多不要，不行啊。我会被公司人骂。期待节目六月开播。頑張ります，我会努力的。对，然后我再找才艺，好难。一个人的金棒棒 TB 的歌。网络上很多脱音，可以去看看。好。一，嘿，耶！我赢了。因为为什么被现实跟其他两个成员都……哎，真的吗？他们都有被哎，哇哦，好可怜哦！やばくない？もうやばやば。日本やばい。日本じゃない。世界やばい。这个世界やばいやばい。完蛋完蛋。いやいや。不喜欢啤酒。我想去宇宙。你个，他们跟一般女生，没关那个 EM， 目前最厉害的球星也。病毒不是肾，所以会跟着你
去扯，不要啊，不要，可以拜了上礼拜，你在直播上唱歌的影片很好看，在直播上唱歌的影片，真的吗？小说美美的真，等一下，我最近练真珠，不会讲，我前天打给同学，然后他半夜的时候十二点的时候，他陪我练注音。因为我不会念那个吃吃吃，所以他一直让我训练嘛，就是他帮我教啊，他一直教我，然后我一直讲那个珍珠奶茶，可是我不行，我不会讲，还是不会讲。可是我觉得真的我同学很好嘞，晚上的时候陪我一起学初音，很特别，大家都听我爸爸没有电视节目看了，很可怜。刚刚其实九十，真的吗？有吗？来两年了，还没背起来哟。不是不是，我会讲，但是不是背的关系，就是我的舌头的关系，我不会发音，对，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是我不会发音，对，因为我想演戏，所以就是而且。对，就是我想演戏，所以我要练，真的很，应该现在的我的口音的话不行。我问同学我的中文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比之前好很多，就是顺讲变顺了，但是口音还是有，所以我要对。昨天柏林夸叫美丽的中文进步，你告诉我你是谢谢。最近工作人员也是跟我说，是他们最近跟我说，美丽为什么突然会讲中文？对，他们会说就是我会讲中文，所以很开心。那美丽要去幼稚园，幼稚园可以吗？扩音当然还是有，不过有时候很明显觉得是台湾人扩音的感觉。然后你怎么回答工作人员？我跟他说我本来就会，我本来就会，我会讲中文。是。对，然后我因为紧张的时候不会讲中文，所以我跟他说我紧张的时候不会讲中文，让他们看到你的决心跟努力，相信之后工作一定会变多，希望
小山妹妹冬雪真好。对，还好你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直播，不然没比赛真的没东西干了。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それなら。ね、那美玲录节目会很紧张怎么办？跟老师讲日文吗？其实节目的时候还好。就是我最近不太会紧张了，但是なんだろう，对，其实最近不太会紧张。谢谢送我礼物デッドさん，谢谢。耶，冰手。对，我发现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提了礼物给我，谢谢你们，真的感谢。因为其实工作也是需要成绩，所以真的谢谢你们每次都给我的大家，然后上次真的很多。对，因为我去英爵带然后点名了，所以很多人给我，谢谢你们。尽量不会紧张，我对你节目更有信心。很性感，很性感吗？谢谢。那美玲休息的时候去其他成员带药礼物好了。对，真的，其实我最近，其实我直播的成绩真的其实不太好。对，あのね，那么这些都上学跟直播的成绩其实很重要，这个很会，这个真的很有关，有关选拔，对，选拔真的不是只有我努力的，就是不是只有我那个跳唱歌的，需要大家的帮忙。だから、那如果要给其他人的成员的一盘给我，因为有表演吧。因为我被甜蜜，所以我平时给高白鸡酒。对，还是要看人际的意思。对，就是选拔的里面都是，还有 IG 按赞跟留言，但其实 IG 是还好 ，IG 的按赞跟留言是还好，真的还好。就是 IG 的话，自己发，有没有？IG 有没有发照片而已，然后真的就是全八关的东西，就是平常自己的态度，然后双鞋握手会，还有那个通信就是 goods， 然后直播的礼物，对，还有 mini con 的时候，对，大家这个也很重要。迷你棍的时候，卖掉的时候有没有要写？就应该有要写，谁想看谁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点我吗？是吗？一定要选我好吗？拜托大家。选我，那个也其实很重要。想干谁吗？可以写很多人的名字吗？记得可以，对，但一定要写我啊！一定要写我好吗？
有那个每次我都只选美丽，谢谢你。对，那个真的需要。だから就是我不是说想要一个人要很多发言，不是，就是我会努力，然后大家也想要分享我，分享嘛，然后如果大家分享的话，可能会其他人也可以看来看我，然后有可能会他会推我，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分享。之类的，对，不是只有一个人要对我，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要分享，就是想要大家啊，我也会努力让你们想要分享啊，让你们觉得想分享我。哟，说这是游戏，不过我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对，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对，我知道。还是我以后出去玩都穿出去好了，所以我就恥ずかしいわ。まあね。然后我也在想，不知道什么，我也怎么可以让很多人会喜欢我，然后很多人会来看我直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来看我直播的人每次都是一样，然后很少啊，但真的很谢谢每天每次都会来看我的人，真的谢谢你们，对，没有你们的话我的直播就没有人跟我聊天。超多款款歌，有真的烦恼才是好事，但这个烦恼我真的是永远，去年到现在都是一直都是，真的直播的会来看的人不会多，不会变多，真的不会变多。我倒是很想看梅林自言自语的直播，这是什么意思？自言自语就是一个人讲话的意思吗？晚安，你要睡觉吗？我不留言，我很安静，不行，一定要留言。没有一定要留言，但是希望有留言，比较会讲话。开直播很辛苦，我知道之前有一个课要我们直播，真的吗？之前很多人都建议多多按其他成员的赞和是留言，或是去其他直播，让其他粉丝偷偷看到美玲。哇，美丽上节目播出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人来看的，希望有，可是其实就在节目没有很好，就是真的没有很好，所以我现在努力拍抖音，要抖音大家可能会猜到吧，但是不要跟我说，就是自己猜就好，对。然后没人变成自己开账号假装有人留言，没有，不会。你手机修好了吗？我今天等一下会去，以后有空就去女萨克拉前院的直播聊聊。啊，確かにいいかも。あのね，我想说台湾的修，我怕那个会不会真的修好。会吗？我担心，很担心。我是说我自剪上个的直播，不是你啊？なるほど，你吗？当然要修好，但如果随你的话，
手里碗也会用坏掉，应该会直接换零钱吧？会吗？台湾会吗？就是我第一次要去，然后自己去，是很可怕。马来现在要活腻，活腻是什么意思？说不好答的。我乱讲的，活腻是所以没有意思。我以为有。谁腻到我？会手好一定会，是不能习惯。谢谢送我玫瑰。因为我要拍抖音了，所以需要很赶快要修好，不然另外一只的手机很难拍，可以拍，但是很难用。对，跑去找英爵。那英爵手机白啊也可以，因为英爵有 iPhone， 基尔也有 iPhone， 我觉得讲的流利比口音重要啊，我觉得讲的流利比口音流利比较重要的意思吗？在学校拍会很尴尬。还好还好，不会摆。谢谢深深糖的玫瑰，谢谢你。流利比较重要，流利比较重要。我有没有流利？Queen 不要道听不懂就好了。但还是要，因为我想当演员，还是要我再练习。而且有时候真的有些人听不懂我的讲话。唉，啊，我会解释一分钟。我觉得其实可以同时进步的，会努力，我会努力。美丽的山，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讲？对，我会想。中文好，一定是速度跟口音几遍。好，好，谢谢大家，会努力的。加，最后再讲一次。被美丽说完一句，就已经天哪有你太夸张。天天放一遍加油，谢谢。其实台湾人不会再和外国人口音的。抖音加油，谢谢。好，那再讲一次，最后讲一次。对，没有听的人，听好的人才要听好。我清点到4月20号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要比赛，就是抖音，然后。我发的影片按赞的十字跟什么，还有分享，对，这两个，对，这两个，大家希望大家每个影片按赞，然后分享一下，然后再都可以 ，FB 也可以，在 IG 也可以偷偷分享我，然后。跟工作人员也，跟朋友也可以，就是只需要按赞跟分享，只有按赞也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可以帮我按赞吗？就好，希望对，他叫你，一下多一，对，就是像是对，因为这个很重要，
真的完全没有自信，对，我觉得不会第一名，但是我想努力。对，如果我现在放弃的话，觉得很浪费，所以我要努力，然后是比较好，所以就会努力的。大家也陪我一起加油。你会去跟朋友说的？会，我会，我会的。要一句多宣传，去了陈演的粉丝去看，拍那种影片，抖音啊，抖音就是15秒的影片，就很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应该会，今天可能会发一个影片，所以大家记得要分享，睡觉前可能一定要看一下抖音，然后还没追踪我的人要找小三梅林，然后追踪我。关注就这件事，谢谢谢谢。放弃的话，比赛就结束了，所以一起加油。对，大家一讲目标，再讲一讲目标。目标可以团队里面的第三名以内。只是只能第一名可以上去，但是就是但是希望第三名以内的话我会开心。对。但这个应该大家后来会知道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参加，不是就是不能讲很多事情，但是一般的人。对，一般的人，因为我讲，如果讲的话，大家会踩到，所以我怕大家会踩到。但是想说，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在比赛。那先说，呢，我是梅花短，对，然后我在梅花短里面拍照，啊，不是拍照，比赛。然后只能13个人，只有13个人，现在只有13个人比赛，所以要13个人的第一名。对，但其实13个人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粉丝的人，所以其实真的没有自信，但希望我可以第三名。然后其实柏林也有参加，但大家希望支持我，对，我跟他现在就是对决的选手。好，这里孩子，我还以为是3个人里面的第三名，不是，13个人，13个人第三名。对，我先把他们粉丝去了，不行，那お願いします，谢谢大家，じゃ我要关直播，拜拜，谢谢你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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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よなら。え、最後就是就是你们两个都见三名。そうだね。拜拜。好的，快去拍戏。好，拜拜，谢谢大家，拜拜。一起，嗨，耶，卡巴，我赢了。谢谢，谢谢送我再见。拜拜，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